家好，我们是仙慈舞团，我叫王吉儿。我叫洪佳慧。我叫胡恩月。我是瑞琳。我叫瑞文。我们的作品名称叫《蜥蜴绽放》，通过我们的舞蹈动作，我们想表达的是感恩是一种态度，它让我们积极、乐观、快乐和满足，从中找到希望和勇气。这里还好你没放弃，一路披荆斩棘，因为有你的鼓励，带着我前行，带着我飞行，带着我突破所有的困境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你，我更接近着自己，曾经有过的懦弱都已散去，埋在心里的勇气都被唤醒，因为有你，因为有你，对我不离不弃，让我穿越了云端，寻找着光芒。Yeah， 呜哦呜哦，因为你在身旁。呜哦呜哦，让我更加勇敢。害怕脚步别停下，不管多少泪水，任何的代价，靠着我的努力，这绝不是运气，让我带着你的鼓励，我们一路闯到底。